这个铁桥是从啥的？来，这个铁桥吼，这个铁桥咧吼，诶，这铁桥咧哦，火车行的，汤厂的五分啊火车行的，这是啊，后尾汤厂的百年铁桥。百年啊、哦！最近咧，因为迄个进前啊，两三年前纳莉风台的时阵吼，风台来甲铁桥规个扫断去。啊，扫断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咱为着经费有些足困了。啊，好佳哉，咱感谢有一间东河钢铁公司啊，伊为着吼要回馈咱这个地方，啊，本来咧啊，咱苏馆长吼、哦、来甲来问这个东河公司吼、哦，讲伊要请伊来道协助部分啦。结果这东河公司吼、哦、转手会更替，啊，甲这个时间吼、哦、因为来关注，啊，这是民间企业回馈地方吼、哦、一个真好的咧。啊，即马。规线的这铁桥吼，已经家修复，所以即马会使阁行一条铁桥。啊，较早这是五分啊火车咧行，你甲看，这有铁皮路吼，这是五分啊火车咧行的吼。啊，即马咱就看到真侪人拢会来遮啊散步伫咧百年铁桥。啊，这是虎尾汤厂一个真大的特色吼。好，谢谢。